近日，宁静出席某品牌活动，疑似因身穿百里服，皮肤黝黑，被网友指黑得像猴。5月2日凌晨，宁静在微博发文怒斥现在不修图就被骂丑的现象。现在不修图，拿什么跟人拼？连人都修了，还怕修图吗？不把人修成仙女也没问题，何苦把人 P 成巫婆呢？不然就说别人黑得像猴，对祖宗这般不敬，你认为合适吗？接着霸气表示，这是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，还嘲讽道：你也不是什么猫科动物，玩什么狮子吼，力气太重了。